KARMW 然。小黄瓜，我真不会玩了，我真不知道，我真记忆力很差的。就我一段时间不玩，我就完全不知道英雄怎么玩，并且我都不知道英雄有什么技能了，一个想不起。我可以，因为拉克斯和那个好运姐是深，还有艾希是深入我骨髓的三个女人。谢 K 然的黄瓜，我永远会记得这三个女人的操作方式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谢谢 KRFW 蓝的黄冠，突然有点谢谢大家的礼物，不受录的感觉，你知道？其他女人就不记得了。不是，我现在我最近练了那个卡特琳娜，觉得好帅，因为她很帅。人现在有点啊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人现在有点被害妄想症，你知道吧？脸好，应该是好了吧。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看着有点胖胖嘛，但今天有点肿肿，确实。你这生日快乐有点太晚了，你再晚几天四月都过去了，朋友。我没有开大冒险啊，你不要瞎搞。谢谢 KARM 小碎，就是叫，一直叫。只要我在房间里，他就一直。怎么换衣服了？因为我要去排练，我就换了衣服。我没有，不想穿那个衣服排练，不够舒适吧？大概是。不，红裤子好看，确实。谢谢宝贝，红红冠。生日快乐已经是就晚了这么多了，他现在竟然拿生日快乐来绑架的。我忘记了。拿生日快乐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我下一次直播要做颜值主播。我没有不应该谢的，就很了不得了。不是不应该谢的，不应该这样谢的。你看他说不绑架，真好。你有那个灯吗？那种紫色的氛围灯？没有。那没办法做颜值主播了，今天。做颜值主播还要靠氛围灯。那当然了，颜值主播都要打那个紫色氛围灯，然后在那里。谢谢。不会，你怎么又是韩家乐？哪儿都有他呀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沈可南，你都有他呀？怎么有我怎么？看眼老刘，怎么哪儿都有韩家乐？说明我无处不在，无所不在。你看着我，你早说就看不着我了。因为我无处不在。我刚想模仿一下你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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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本别回来，闪奶！你回来你就死。韩家乐，为什么哪都有这个奶奶？你看今天这个奶奶，你有意见吗？你有意见吗？哇，天哪！我没化妆，好丑啊！你跟我们瑞儿哥怎么说话呢？你，哼，你哥不要惹我，跟你讲，我可是现在刚下完药，你不要惹我。怎样？我要是发疯起来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是什么样子。我知道，你来封一个。我封一个风险可是很吓人的。动物与你咋？你要开写轮眼了你？哎，我们俩演一下怎么样？我的灵魂突然穿在你身上。然后你要用你的身体演陈近南。好。好啊，好。我们通关。黎明斗着接阵列在前。咚。哎，老梁，老梁，你在干嘛？老梁，哎，这怎么那我要学老刘吗？怎么打自己脸呢？老刘抽自己吧。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嘴变成梯形。天哪，我的好把我嘴变成梯形。我这是方形。梯形？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谁见他长这样吗？老刘。老刘，我俩玩这个东西，我刚跟乐乐玩完了，跟你我来学点玩怎么样？老刘，来教我。你怎么这样对我？是我吗？对啊，是你啊。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陈庆南？啊，是吗？你让我成熟是吗？哎，你是不是颈椎有什么问题？你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就是这样子的。哎，喷香
那个进击的巨人的爬行。啊，我知道，不是进击的巨人，是丧尸。对，丧尸。突然这样子，突然以这种姿势爬了过来。我要成熟一点了，这样子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吸引更多人的。确实。哎，老刘，我们俩玩好玩的，你现在灵魂回来了。咻咻咻这么轻易啊！你还想演多久？玩不过你，真的。哎，我们俩玩一个做核酸。来，张嘴。捅鼻子还是捅嘴？捅嘴。先捅嘴吧。啊！啊！啊那捅个鼻子吧。那我给你捅。我给我拿一个，啊、我就刀片，行，小心、啊。来，你先拿。刀片。鼻子拿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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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鼻子张开，张大。我刚已经用刀片给伸下来了，现在又来。你给我鼻子弄流血了，真的。你给我，我就知道，他就玩这一套。我跟你说，讽刺啊，老刘。我要举报你！我要举报你！你举报吧！你举报我！好累啊，演这个好累啊！幸好不是，幸好不是染唇液。哎，你能不能，你能不能那个？你能不能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就是说吞拳头？不能，不能。今天这个角度真不能，这个真不能。你是不是能口吞拳头？首先是我的拳头太大了，再一个是我嘴太小了，我怕我那个这个对下颌紊乱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说如果现在下巴脱臼了，你都去不了医院，你怎么整？手机好好，你拿椅背就这样生活。你要像那个变形金刚一样，咳咳咳咳，然后再不是你做一下我的表情，你就能回来。做不到，我表情这么夸张吗？一直以来，嗯，真的做不到。就是真人也是这样子吗？嗯，嘴是梯形的，不是，我叫方形，梯的，对，有可能是这样。你是梯，不要梯，你是梯，反正就是什么角度都看得到。我不要梯，你是老师，老师，因为我的手不稳。老师，老师，我举报这里有个人是梯，我额头不算高啊。嗯，老师，老师，我怀疑对面就是个梯，没错。不是去做零，做不被定义的零。我手上的时候，我就会忘记手机在直播的存在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瞎晃，晃晃晃，不知道晃哪去了。天南过来，我跟你说。你的美，天南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嗯。哎呀，好吃啊！再来一口啊！明天三个好。那当然。我头发细软。大公民半年再来一口，一般大多数人还喜欢我刘海。快乐乐来一口，干嘛？那他喜欢你，他喜欢你配他。呸！这个有大蒜味就算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刚和老刘去那说操场上有个人，哎，真的像头驴，我是这样去。我刚自己讲。哎，我说实话，还要那个玩挺变态，每天。我玩什么变态了？还是你变态？变态不过你吧，晨晨呐。他普通话太差了。几个能和你比？还是刘贤变态一点，就我跟你说，我拍一下那个变态，变态排名肯定就是刘贤一顶一的，还是你，然后第二个大概可能就是还是你排第一吧，空塔排第二吧，空塔排第二，空塔真的可以，那你到底你俩卧龙凤雏，你俩，那你当第几？我当，不是，这是大拇哥。哎，我在入团之前就在群里，你们看看那个叫什么，最开始沈阳的一个出道宣传片里面，我就是大光明扎着马尾，你不小心拍了我的正脸，
哎，这个你脚趾头，你脚趾头那个大拇指叫什么？刘海都怪怪的，因为刘海大拇指呗。我们这边叫大拇哥，就是飞得乱七八糟。然后这是二拇弟，大拇哥、二拇弟。有什么让你们看不看的？那都是我。哎，我就问你，你们那边的小拇指叫什么？小拇指呗。他说什么屁话？谢谢青草来一堆送皇冠。你能不能就是用山东话跟我说一下？来，可以啊，来吧，你来。我说什么呀？你用山东话说一下那个。说青岛话，你模仿一下青岛话好了。行，就是那个，请到小哥不好意啊，就大家好，我是焦文俊，来大家来青岛喝哈嘎啦，哈嘎啦，哈啤酒喝嘎啦。大家好，俺是焦文俊，是这样吗？是是，欢迎大家来哈啤酒，吃嘎啦，吃嘎啦。那你能不能用山东话说那个什么撒娇八连？不能。为什么？那我知道。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你用天津话说一句，我山东话说一句，我放大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区别、啊、姐姐贴贴，姐姐贴贴，姐姐贴贴，还有什么？我还有什么呀、啊、湖南人嗓门更不知道。姐姐真牛啊，姐姐啊！啊，我说姐姐，你真牛！姐姐，姐姐，是什么意思？姐姐，姐姐啊，什么？你牛啊，牛！还是你牛？还是你？姐姐亲亲，姐姐亲亲，姐姐抱抱，姐姐抱抱，姐姐，姐姐想你，姐姐想你。我听他俩在我旁边，你怎么学我呀？真的是这样子的。姐姐给你个大逼兜，姐姐姐给你个大逼兜。你和赵云是不是今天说我坏话了？没有啊，我后来退播了，但是据我所知有人说我坏话。据你所知你怎么知道？姐姐粉丝告诉我的。粉丝有几个好东西，有几个好人。就我家话和粉话，嗯，反正他们跟我说了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我解释啥？解释一下你都说了些什么？啥意思啊？现在谁都能来踩我一脚，还得让我解释一下了是吧？我一人给一大逼的。啊，你不解释就不解释吧。这是上海。不解释。没懂。好难呢你。没懂。我们就不解释，就不解释。就不解释，就不解释。跟解释是了，就不解释，就不解释。我没在长沙。解释什么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我会讲长沙话。解释拉拉。解释拉拉。你是这个。你刚刚说的解释拉拉，你刚刚说的。你是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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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这个。你是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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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幼稚啊！聊得好，好幼稚、啊，他一直在重复，他一直在重复，幼稚重复说话。能不能当个成熟大人啊？现在真无语。我要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什么？我就不解释，我就不解释，我就不解。我这个人的表情呢，很放荡不羁。你是丁丁，你是丁丁。韩家乐是波儿，韩家乐真很像波儿哎，韩家乐像拉拉，他是这样拉拉，黄黄的又拉拉，白，这样韩家乐真很像拉拉。那你叫丁丁，你叫丁丁，你又不让我重复你说话，难住了，重复不了我说话，你就被难住了是吗？对，我只能重复别人说话，你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。我不是应该是白白的吗？
就让白白的又黄黄的。我哪里黄黄的？外皮是黄黄的，里面是白白的。哎，那你更黄黄一点，你是黄黄的。那我是外皮是白白的，里面是黄黄的。可是你哪儿都黄。你必须。不当，我不黄很多年了。啊？怎么会？不黄，我不信。哦，谢谢维尼，好。搞得人心惶惶的你。你不承认？迷茫了，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什么。对。前两天我黄很多年了。那你黄了多少年啊？你在北京时候黄，在上海不黄了是吧？在北京的时候是蛮黄的，我都觉得自己有点过于黄了，太黄了，哎，有点困扰，就是黄了半天没赚一分钱。你还大鼻子吗？就是黄了半天没赚一分钱呢，就白黄了是吗？就白黄，就是黄了还得被人骂。那你要不然给我吧？给你吧。这是能给的吗？给我吧。这是能给的吗？不太好给吧，就是我们虽然现在就是说虽然现在我们就是优糖已经没有了，但是你依旧可以成为优糖的就是黄。我就用到的黄有啥用我就用到的黄就是你要是想当的话，我可以永远当你的朝臣怎么样？皇上，可以可以，没错，谢谢，行，谢谢你。你是我的神。行，别这样这样。那算了算了，哎，要吞脖。我黄的多。我要下播了。论吞脖，没人比得过你。哇，我可太牛了，你比一下。这就是你啊，你来。我这样看比较惊人，哎，假如我这儿有一个手机的话，伤了对吧，有个手机，我黄太多了。不，还是正面、你来你之前那个正面。迷茫什么？正面、发生了什么意思？正面怎么了？就是那个突然聊到了是吞膜而不是低头，这样吗？真的是，你别在那装，你现在开始装不会，你最会听播了。这不是我的事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我今天，我前两天我想整容，我就去算了个塔罗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整容那个塔罗牌说什么？就说运气怎么样，能不能成功？你说整容能不能成功，还是说就是说这个整容能不能成功？我说整容能不能成功？我去切下颌角，然后呢，他抽了一张牌，他跟我说，你要去你就完了。真的这么说吗？我知道呀，啊。但是你真的不必吧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抽到了一张牌，宝剑九，就是一个人从躺着的床上坐起来，然后捂着脸特别痛苦，然后背后有九把剑插在他的背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的水去哪里。你脸已经很瘦了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再说。对呀，啊，我在找水。你看我的都比你方。好多水。他说会痛苦很久，他说这张牌告诉你会痛苦很久。我想说的就是你不要异想天开，想有的没的呢，你不如想一想回来之后怎么给我下跪吧。你不如想一想这个问题吧，我原处奉还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知道怎么模仿你了。我知道怎么模仿你了。谢谢啊，爸爸爸。你就这样子的，想哭了。能不能给我留一个裤衩子？我再模仿你一个。啊，小花大鼻涕甩嘴里了。就是我刚才好像还是这样子神采奕奕，但是你模仿完之后我变这样子。那就吞脖吧。不是啊，你这个姿势啊，你这个 T 恤我看一看。我这个 T 恤，你这个 T 恤有点眼熟啊。你这个 T 恤就是这个 T 就是本来
在你身上的那个 T。 怎么在我什么意思？在你身上的那个 T。 怎么因为你不在，因为你不在，所以我把它找过来了。我刚跳到了一瞬间，就是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你很缺 T 这样的。大一点就喷大一点，是可以这么说吗？然后你看，你发现我房间很多 T， 然后你就是随机挑了一件出来，就是一天一个宠幸者吧，先。嗯，也不是不行。突然人都变得有气色、嗯。就是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？这关系还聊啥呀？咱俩玩游戏吧。又玩游戏，不想玩。老刘，我俩玩一下、哎，就玩一次我就走了。快点，跟我玩一游戏，玩一个就走了。我俩来玩故事接龙。等一点，叫上韩家乐。来韩家乐，来故事接龙。故事接龙，嗯，好，你先开始。然后我先开，用我开，我开，我不开，我开，我说的不能开。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呛一下。我们这次讲什么了？随便你讲啥都会回到最后同一个主题，反正讲啥最后都会搞黄。讲最后是不是都是什么宇宙爆炸的一切结束了？那好。我们这次讲恐怖故事，好、哦，恐怖黄色故事准备好。这俩人怎么搞黄色？我只说了恐怖故事。我觉得我加入不了他们俩。韩亚乐听着啊，有一天，韩亚乐发现自己的洗衣机里面多了一个。你确定要把我们成员当做主角吗？不好讲。不好讲黄是吗？你随便造一个人嘛。你造一个人出来吧，这是可以讲的吧？那就是乐乐。有一天，你怎么又是乐乐？就另一个乐乐不行吗？行。现在你这是要搞我是吧？没有，世界上这么叫乐乐的，怎么就你怎么就这么敏感的？好的，我不敏感，你说吧。嗯，就是啊、乐乐，有一天他收到了一本死亡笔记，这个死亡笔记果真就像漫画说的那样子，写谁谁就会。那不是乐乐，那是月月。嗯，就先说是乐乐吧，他捡到这个笔记，他就是写到谁就会死。他刚开始只以为是开玩笑的，直到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叫做叫做闲线的恶魔。我给他杀了需要判刑吗？闲线的恶魔说你只要写上这个本的名字，我会替你杀掉他，无论是谁，但是他们最后都会死于心脏麻痹。然后这件事情，乐乐的杀戮就开始了。乐乐开始杀戮了。乐乐一直以来都特别恨一个人，男的，因为这个人在各方面都在他之上。那个人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奈奈公主。怎样的？没必要每句都停留这么久，没有这个口，没有给你鼓掌的口，你继续往下说好吗？到你了。有一个人什么都在他之上，然后呢，他得到了这本死亡笔记，然后他就想再试一下这个，他就把这个死亡笔记视若珍宝，然后他就想写上他讨厌的这个奈奈，然后想看他死于心脏麻痹。结果好麻痹。对，结果他在死亡笔记上写上奈奈在几点几十几分死于心脏麻痹，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一时刻奈奈并没有死于心脏麻痹，反而不知为何在327当着众人的面大跳脱衣舞。然后这时候乐乐觉得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子，这个死亡笔记怎么有点不听使唤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想一探究竟。来乐乐。我突然有点不好接了，到哪儿了？到谁跳脱衣舞？奈奈是吗？我们来欣赏一下乐乐的普通话吗？然后脱衣然后没有想奈奈没有想到的时候，没有想到的是321的房间非常327的房间非常的火爆，里面就是
重集了 N 队一票人都在那里，然后奈奈非常开心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可能在那个死亡笔记写了之后突然转信了，非常开心，手舞足蹈的进了房间，然后开始对自己身上的衣服啊感觉到不耐烦，想一件一件的，对自己的衣服感觉到不，好诗意的描写，对自己身上的衣服感觉到不耐烦，哇，真的学到了，这个衣服好烦啊，感觉到不耐烦啊，然后就下一步你来吧，该你了，奈奈。感觉到不耐烦，感觉到不耐烦。就是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成员他就打开了直播，因为他非常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直播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。然后呢，没想到这个直播异常火热，就是因为奈奈就是不要代入，因为奈奈进行的这个非常高端有诗意的，就是不耐烦，然后火上了热搜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本死亡笔记经过时间的冲刷，它不再是死亡笔记了，它是热搜笔记。只要在上面写了东西，这个人就会以各种形式上热搜。没错，现在的顶流就是奈奈。然后呢，乐乐很生气这种情况，他就问这个贤贤，为什么就是我明明是死亡笔记，现在是个人都能上热搜了。然后他就说对，因为然后贤贤就说没有办法呀，因为就是贤贤是这样说，没有办法呀。因为贤贤他虽然是一个恶魔，但是呢他平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关注娱乐圈的消息，所以呢就是这个笔记本是根据这个贤贤恶魔他的心理而改变的。他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热搜榜就不叫热搜笔记了，他可能就会叫什么盗墓笔记呀、或者是叫什么汉堡包笔记呀、快餐笔记都是有可能的，全是要看这个贤贤的心情。所以想要让这本笔记变成死亡笔记的话，乐乐就要努力了。乐乐要努力做什么才能让死亡笔记就是不停的变换它的姿态呢？这本笔记也逐渐长出了人的神智，就是摆出各种搔首弄姿的姿态。然后呢，这个笔记就是说，化成各种形人形，然后它幻化成这个形状的时候，它就是热搜笔记，它幻化成那个形状的时候，它就是死亡笔记，它再幻化成另外一个形状的时候，它就是汉堡包笔记。然后这个笔记不停的变化形态，最终停在了一个这个形态。好恐怖。对，然后呢，他现在的笔记是什么笔记呢？这个笔记本上没有写，需要乐乐去自己揣摩。所以乐乐尝试性的又把一个人的名字写在了笔记上，希望能看出这个笔记现在是什么笔记。来，乐乐。然后我尝试着那个第二个人呢，就是贤贤。凭啥？因为我可没害你啊，你别害我。因为贤贤他刚刚说了一句什么来着，为什么会变成完了，我都没注意听他们在说什么。他根本不认真听我们说什么。我觉得他不认真回答我们，我们得惩罚他。我们得惩罚他，就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再搞什么，就是说跟我们玩这个游戏了，我觉得他已经不配了，我觉得我们要惩罚他。那让他摆一个瑜伽姿势。可以。你要摆个瑜伽姿势，韩家乐。跳水蛇舞。韩家乐。为什么他们俩要我摆惩罚姿势，我就要？因为你刚刚没有认真玩这个游戏，你是 loser 啊！快点闪一边，我们再经验。我就是我的笔记上面写上了贤贤啊。他的笔记。笔记。可是贤贤是恶魔，你为什么要在就是这个笔记上想贤贤？因为贤贤没有用了。恶终归有恶报，这个恶魔笔记我现在不知道它到底变好了变坏了，我把恶魔写上去想尝试一下，看这个恶魔写了是没有用的结果。然后你知道这恶魔说什么？到我这恶魔说想让韩家乐做一个瑜伽动作。
瑜伽动作，坐，来来来来，我说完了，恶魔想要韩家乐做一个瑜伽动作，坐了坐了坐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看他坐，给你看他坐，不行，这不够瑜伽。那你要干嘛？你示范一下。你要做那种，就是你要这样子，就是你先躺地上，然后把脚抬起来，然后把腰撑起来。就是你躺地上，把脚抬起来，然后那个整个人起来。我来是吧？我知道他说的是啥，我知道他说的是啥，我来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对对对。哇、啊！没错没错没错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刘如贤宝刀位了啊！那必须的，来吧，乐乐，不行啊，来吧，乐乐，我的腰不行，我的腰不行了，快点，韩家乐，我不行了，玩着起吗？我行，你行，我不 行，男人不能说不行，我们不是男人，快点，乐乐，哎，救命，哎，我真不行，乐乐哥哥怎么乐乐哥哥怎么一点挑战没有，每天都不行，不行，不行的。因为人就不行，人就是果然刘如贤很懂我啊，这个动作真的一般人。刘如贤说他胳膊折了，我刚说你宝刀未老，怎么回事？我现在胳膊很痛，我怎么举不起手来？你怎么不先做个热身运动啊？这样还要我做吗？这不是一下上头了吗？快点做一个，热热哥，我真做不来。来，你再示范一下。你确定让我俩一起做这个动作？不然真的示范。你俩自己做好了。不，你俩要像海燕一样示范一下。陈南，陈南，陈南不行，陈南这个区域不行。陈陈南示范一下，快快快，乐乐快！陈南你也别闲着，刘如贤，刘如贤肯定非常厉害，大家都没闲着，你也别闲着好吗？对，陈南你也别闲着。那我给大家表演一个，陈博最终行动。陈博最终行动。你先让他来嘛，你先让他来，一会儿再说。我快点，乐乐，你先示范一下，我搞不来了。你搞得来，就这样，这样，你先躺在这儿，然后两只手，你看，你先躺在这里，然后两只手就，快点，快点，啊，热热，就热热，你知道的吧。再来一下，我起不来。相信自己，这要需要惯性的，在你躺下去的一瞬间。就是你要一瞬间上去。我已经不行了，胳膊折了已经。我现在是废人了。他是胳膊已经折了。天哪，我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知道怎么办？我真不行。你行，你行。我不行，你行你行，我不行，他们说让我滚一下。这小，跟你说，这真的是很基础的瑜伽动作。来，让我们公平打起来，乐乐加油！要不，我再这样滚一下吧。什么？滚到六个柠檬，滚啊！还有一个乐乐，你要这个做不到，你就下个叉吧。还是这个吧，就是能下到哪就下到哪。好的，我下个叉，下不去啊！哇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不错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是很久没有拉了，我下不去了。现在的直播好卷啊！现在都得做这种东西才行了吗？是吧？现在都得这才艺表演了是吗？对啊，就是说，要不然你认真一点跟我玩那个什么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在那个就是解约之前就死去。你在解约之前发现你什么都会了。我真的热了，刚刚因为那一系列的。我走了，拜拜。你什么意思，陈倩南？我已经播很久了。折腾了一番，你要走？你来吧，你也来一个。我没穿裤子。你别废话。没穿裤子，大家喜闻乐见，大家。你刚说你因为那个火了，现在就算上热搜怎么样？怎么火了？别废话。他还在说之前故事的事情，快来快来快来，上热搜了，上热搜了，陈楠上热搜，奈奈上热搜，陈楠表演草样什么？他在干嘛？是我卡了吗？他表演套马的汉子吗？他卡了吧？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
没卡，没卡，他能一直装在这个姿势，我也很服他。他如果是他装在这个姿势，是真的卡了，不是装了，是因为他的那个手都是虚影，绝对是卡了。没关系，他如果装得了这个姿势，我手是虚影，肯定是表演也行。他手是虚影，肯定是卡了。手机没电了，那不会我在背就这样了吗？就卡这儿了，我挂都挂不掉，不会吧？我笑死，眼睛动了，真的吗？没有，他就是卡了，手没抖，他手虚了，给他截下来。啊不，要表现我一个漂亮的表情，姐。我不管他的。现在回来逃不掉。哎，尼玛！这咋整啊？我怎么给他挂掉电话？我知道，结束这就是他想要的，是不是？我有耳机，天哪，戴耳机唱歌是吗？那好吓人啊！那留直播间不知道能听出个什么鬼。我直播间的粉丝都喜欢，喜欢就给我送礼物。因为我戴耳机就是喜欢给我送礼物，我热热歌就会继续给你们唱歌，就只能听到我人的声音，好吓人啊！有一丝丝。我本来今天想拍点视频的，拍点就是这个服装推荐视频。就说现在直播了，直播完就不想拍了，就是因为你们有一丝丝紧张的人。哇，外面很大雨声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别播了，你们是说让我别播了吗？这是你们说的是吧？是你们说的吧？下雨要降温了，确实降温。我刚穿的是你们说的吧？就是因为冷。热热哥哥，干什么？那煮个那个给我吃吧。什么？肥汁米线儿，下播了给你煮。好，什么时候下播啊？几点下播呢？我什么时候播的？我10点开始播的。那我播到40吧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也播到40。你这首歌要钱吗？要。点的。点的那个口袋点的那个。唱一首。我播的晚也没关系。我播的晚，虽然播的晚，但我去参加了节目，也播了一个多小时呢。要不你们就是要把我想听哪一个？我的阳气全部耗尽。那位朋友。是吧？那朋友想听哪一首呢？还在吗？都可以。他手机没电关机了，他说他手机没电关机了。谁呀、啊？陈楠。嗯。他这不在上线，在这吗？那你现在播吧，现在跟我连线，现在就开直播，跟我连线，然后做你的动作。啊，我现在还可以邀请他连麦。摆一个姿势。你播10年了，我不信。丝丝吓人。杨过找小龙女都没找10年，你播10年了，你屁。外面下雨了耶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他下雨了。唉，先看，给自己几个深呼吸。听到了吗？给你们带你们去听听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窗子了。你可以带他们外面声音就好大声。哇，好清新的空气。还这样吗？上海快递我们这边收不了，现在收不了，收不了快递。嗯，你有快递啊？就是怎么说呢，我们什么都收不了。
啊，我反正我买的京东也没到，喂，也没过来啊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黑屏了？谢谢七兰花送的夜蝶，刚还有谁送了礼物？上海有奶茶团购了，我也想团。喂 ，Hello， 我也想团，需不需要物资给我邮点？是需要的，但是你邮不到， Hello? 没有办法的。啊？等一下，企鹅快跑，谢谢企鹅快跑送的夜蝶。我还以为企鹅快跑是一个 APP， 可以送团购物资的呢。我说听起来像腾讯出的一个 APP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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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不想长大。其实自己做奶茶就没有那个味儿了，就想吃点垃圾，你们懂吗？系统出了异常，什么意思？我被卡掉了，现在这个 bug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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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谢谢谢谢，沙雕属性已感染送的夜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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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爱上别的他。那边解封了没有？没有吧，但是我听说好像快解封了，但是解封了我们也没有地儿去，所以就很无所谓。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北京，我现在很想去北京。岁岁怎么样？就是看着挺正常，也没再吐了。五月十号第一批解封，你上边说的五月六号解，你们俩打一下商量商量，到底几号解。去北也需隔离14天，那就隔离吧。我去北京隔离14天，然后在北京快活，我就不回上海了，一时半会儿。到时候我去找陈彦南，我们俩给大家跳公演。谢谢水原雅也送的夜蝶，跳腻了鱼花。哎，北京开始全面核酸了，就是全国各地都是轮着来的感觉。怎么会爱上别个他？要是被隔离在北京，不是去上海边，确实。但是北京有我的皮肤管理医生，我到时候可以每天做皮肤管理。想在北京找，就是以前一直在北京都找的这一个人。乐观直播了，那我也关直播。没关，我卡死了。就陈建南，我现在在我直播间发语音，妈的，关不掉。我的妈呀，那我关了，拜拜，兄弟们。P P O O P P O O。